那一两就躺着啊，就加上去就想到领导填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的内心呢、啊、是无始烦恼苦味熟熏的这个相续啊，稍稍修一点慈悲等待谢无收成了，稍稍修一点不行，是故应须相续修习，所以你要记数不断的修习，记数不断的修习。啊，凡是这种道理呀、啊，这个你把十二因缘这个前后的观念弄清楚了，四谛十二因缘的观念弄清楚了，你把这个道理用到哪里，是哪里，这个概念就非常具体、非常完整的现起来了。不同的，这是你如果只管自己叫小乘，如果说你用这个方法帮忙别人是大乘。方法本身无所谓大小，这是你的发心啊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在。那么讲到这里，这上面呢，也就是说我们正修的三样当中啊，这个正修希求菩提心当中，那第一点叫希求利他之心那么。从这个上面已经有了希求利他之心，再下面的话呢，为了要利他，所以你必然归结到现在啊，要利他就要有这样的心。第二个呢，是修习希求菩提之心在。又如前述次第所知，便见利他定须菩提其欲得心啊。那么这个。欲得心啊，还不满足，就讲一下，就像我们照着前面这个次第啊，怎么样想办法策发这个利他的心？说，既然你要利他呀，对不起，你虽然有这个帮助别人的心，但是呢，你必定要有帮助别人的能力。你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的话，虽然你想利他不行，同样的道理。哎，虽然我们看见的苦啊，我们呢想脱苦，但是你必定要有脱苦的方法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用在别人身上叫利他，用在自己身上是自利。同时，你如果没有自利的话，毕竟没有利他。这个话再这么说一遍，就是你。是的，我们现在看见呢，一切的苦，不管你这个苦来由什么样，或者是自己自身亲身感受，或者是身上感受，或者心理上的逼迫，身上感受啊，自己啊种种的残缺、病痛，然后呢，自己的病痛啊，固然苦恼，残缺不全呢，被人讥笑，心理上的呢，比如说啊。遭到种种心理上的病痛，从小的时候家庭的失去温暖，然后长大了看见社会的情况，哎呀，这个啊，实在不理想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感觉到这个痛苦无比啊，要求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修行的人呢，主要的靠我们所生的善根啊，然后呢，了解了这个世间的痛苦，然后就策发我们要跳出痛苦。虽然有了这个心，跳得出跳不出啊？跳不出来，跳不出来，还必定要什么？还必定要跳出的这个正确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哪一个人不想快乐？哪一个人不想离苦？但是你没有正确的方法，得到快乐吗？得不到。没有正确的方法，你能解决得了痛苦吗？解决不了。进一步，为了帮助别人，也同样的道理。所以现在这地方说啊，你要真正的这个利他呀，单单这个心还不够啊，还要发这个心啊。所以单单这一点呢是不够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告诉我们啊，一定要说。这个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满他的愿，对吧？
是你要帮助一切人的心，怎么样才能够满帮助人的愿？这个时候叫做菩提心。如贵众说，有四位生于一善事业功德，现因尽力增长尽性，任所性为越一，此于必得发起诚信正德之约，这于自力一定了之，一切种子必不可少。这个道理前面说过了。皈依，你为什么要皈依啊？现在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自己啊看觉得哎呀生死无常，然后呢又一切都是痛苦，一无依靠，无业这个时候可以啊要救我们出来的，只有这样的一个对象，他也解决一切问题等等。既然你现在要帮让人家解决，你当然也必须要具足这个条件，对吧？这求自己是皈依，也要帮助别人，你不但要皈依，你要学你所皈依的对象，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吗？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啊，那就是前面所说的，那么那个时候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仅仅是皈依他，你还要说我一定要还要学他呀，然后能够帮助一切人解决这个问题呀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对所学的这个对象啊，又更进一步的要产生了尽信心，了解他的殊胜的地方，增长你自己的尽信心，效学他达成这个目标啊，所以现应尽力增长尽心。在这个随念三宝功德经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天天念？你天天念呐、啊，你随时随地 啊把这个目标选在那里，不要说你要发大乘心，就是你要皈依，你也想啊，你为什么要皈依他呀？啊，原来他有这样殊胜的功德，这样圆满的利益，你把这个大目标摆在前面的话，那个时候就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不会为眼前的这种啊小小的一点迷惑所迷惑住了，小小的稍微一点的小甜头啊，哎呀你就跟着他去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人物远利必有近忧，你要远大的目标完整的摆在这地方的，眼前的小的东西动不了你了。平常我们只看见小钱一点点小的好处，就这样。所以像一个小孩子，我们说一个比喻啊，他看见了糖啊，他就不肯走了，你怎么骗怎么哄也不行。然后呢，你另外这个地方啊，他那地方摆的一盔糖，他还不一定很好吃，另外地方啊放一大堆最好吃的啊，他那一盔糖他就不要了啊。这个是实实在的情况。因为佛法真是了不起，它不是以很高的标准啊来责备我们，而是说有完整的一个道理啊引发我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呢一直要经常思维观察这个圆满的好处，这样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要期望的这个心推向这个高的目标去，高的目标去。那么等到你呀、啊、对这个佛的种种的事业功德了解的越深越透彻，那你这个尽信心越增长，认识也越清楚。所以论说信为越一，次于彼得发起诚信正德之约，这于自啊自利一定了之，一切种子必不可少。你了解了产生了尽信心以后啊，你才晓得哎呀对呀，这个才是我要的，我要帮助别人也必须要这个东西啊，是吧？你这个尽信心一增长了，你的好药性也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对什么呢，我们有我们欢喜的东西，然后呢是的，对你真是应该欢喜的东西啊，应该有个深入的了解。你越了解的多，越了解的透彻啊，你的向往之心啊就啊
增长了，增长了以后你一心要去求它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好药之心，以前这个贪爱是坏的啊，因为无明相应的，现在呢不是别的，就把那个贪爱之心的转一转啊，以智慧相应的，说不怕你不贪爱，怕只怕你弄错了，贪爱的结果害了你自己啊，也害了别人。现在你就把那个贪爱的心啊转一转，结果啊，你不但自己得到好处，也利益了别人。那个时候，这个贪爱是越大越好啊。所以这个叫做善发欲。你有了这个善发欲，那一心一意上，我一定也要做到它。啊，那个时候你得了解啊，不但是利他呀，就是自利啊，也一定要得到这个。这个就是佛的智慧。有了这个智慧啊，才能够真正解决一切问题，那么你帮助那些人的这个目标才可以达到。所以这一点呢、啊，是能为隐身发心之心，虽有多种，然卑为圣。那这就告诉我们了，是的呀，引发你发大菩提心的因有很多种，前面说过了，前面主要的举了是因、是缘、是劣等等。可是这个里边呢，最坚强、最有力、最殊胜的什么？前面告诉我们这个悲，自劣所发即为殊胜。大家还记得吧？是劣是哪是劣？自劣、他劣、因劣、加行劣。这个里边呢，由自劣跟因劣发的是坚固。由于他那个加行力发的就是不坚固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修持初边印经上面所说的，我在黑板上写了，这个是华严经上的记字，于子安树果菩萨发大心，三十因中多，结果则甚少。这个于呀、啊，那个产卵的时候啊，非常多非常多，一大堆，成千上万的，但是最后那些能够长出来的很少。桉树也是另外一种啊，还有呢，菩萨发心，发心的人非常非常多啊，所以因地当中啊，就是发那个菩萨心的人非常多，但结果的时候啊，非常少非常少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啊，告诉了我们一部分，当然理由很多，所以前面说是因、是缘、是劣等等，是由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说法。现在这地方告诉我们呢，最殊胜的什么呢？悲心。而且这个悲心还要什么初中后一致，不是说你一趟发了就可以的啊，因为啊，众生无边，而且呢，刚强难调，所以如果你不急速增长那个悲心的话，虽然你有了这个心，开始的很猛烈，磨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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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就要磨掉了。不像我们呢，一般都有这个，一开始的时候、啊、发一个很猛烈的心，哎呀，我想做这个。大家都有这个，哎呀，一听见修行好，马上要修行；一听出家好，马上要出家；一听见这个好，就要这个。然后呢，跑出去啊，慢慢慢弄弄弄弄，越弄越糟，越弄越糟，弄到后来就塌掉了。太多的事情这个样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个理路不清楚，这个次第不明白，乃至于明白了以后呢，也没有如量如理如量的修正去增上它。现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它那个必然的关系啊，抉择的鉴别的丝毫无差，所以在因地当中没有一点点遗漏，要不然你因地当中稍微一点遗漏，将来你一旦开始走了以后啊，到那时路都没有发现，跑到半路上你来不及了，那只有抛锚，像车子一样。所以我们平常急急忙忙的开始，结果呢
半途而废啊，多多少少还走了一半呢。不管是半途不半途了，反正你终归是啊白走。这一点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本论的前面每一个地方的细辩，真正重要的就在这地方啊，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那么在这地方啊，是自他因家行事列，在前面呢211上面，如果你们要看的话，你们自己可以看。我在这说一下，什么自列，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。这个地方啊，那就以我们的悲心说，哇，晓得这是我母亲啊，念她的恩啊，要还报，不报真是不行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完全是由你自己内心发出来的啊，你一心一直想，哎呀，要做这个，要做这个，不是啊，别人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或者什么，你听得蛮来劲，但是你内心心里面呢，总是被人家，这个两个不一样。那么因力呢，就是由于你这样的这一生休息到下一生，那个心里面就有很强有的力量。这家心力是这一生努力的，但是这个家心跟因力有直接的关系啊，就是你这一生不断的家心，到下一生变成因力了，就你生生把那个家心力只要做对的话，每向上去，每向后去，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增长。所以你眼前是一自力，然后呢这个应力不断的加行，再加上外面的力量的配合的话，你势力俱足的话，那更是坚固。这个里边最主要的你把持着这个根本应，然后呢有了根本应以后啊，再辅助于这个圆满应的话，自然一定成功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既然了解了说这个大菩提心有这么个殊胜法，而经论上面告诉我们实际上呢也的的确确如此，这么个难的啊，现在我们非常幸运，也可以说我们说生大善根所使，能够得到这样的圆满的教法，自己要啊无比的珍惜啊，哎呀，这个无价之宝啊，好好的努力啊，好好的努力。所以昨天晚上问一些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不记得，如果我们善根不够，力量不足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种种不同的方法来加强它。这个里边最好的一样东西记住，水洗啊，这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。你在任何时候少用功力，还有一个供养，对啊，你不要用太大的功力就可以啊，能够积聚无比的圆满的广大资粮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做起来的的确确不大容易啊。可是呢这个关键在哪里，就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就这样。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，自己还觉得很对了啊，所以第一个你正确的如理了解了，你就要去做啊。我们总是看见什么啊，哎，总是马上反应到，哎，看见的事情是外面的，然后呢你现在修的是修你自己的，怎么样把外面看见的情况啊，经过你的正知见啊，变成功你的功德。它不对，你了解了它不对啊，你呀，要策发你的悲悯心。他对了，你了解了这个，然后你的随喜心，是不管他对呀不对呀，对你来说啊，总是增长功德。否则，你看见不对啊，你就轻视他；看见他对了，你嫉妒他。结果同样的，不管对呀是不对呀，你总归自己伤害自己。然后你做对了呢，更进一步你还要随喜，别人你也随喜，自己也随喜。所以不管遇见任何环境，一切实处你一直在增长。当然我这是随聚一例，因为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你们只要能够这样的善巧的步步的不放松这样来啊，那个时候你自己内心他们也会感觉到的，跟以前那种悠悠放任就让他去啊，就这样心里面不一样了，你会占尽体力。为什么？
你了解得很清楚，这以前的这种物理的现行啊，哎，不可以不可以。现在你随时用那个政治剑，因为那个政治剑的力量很微弱，你保护那个政治剑的力量，那就是啊内心当中必然产生的这种战剑体力啊。所以有很多大而化之的那种人啊，总是觉得哎呀希望跑得来啊，那么念佛的嘛念他几声佛啊，然后呢学禅的话呢最好就么两腿一盘了，就希望开悟了那种了。那的的确确啊，实在表示差的天差地远，真正说起来这种都是懒骨头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明朝末年的四大师啊，子不大师就特别的说，这现代人啊动不动啊说这样那样啊，这个都变成了什么那些懒骨头的腐桃树。哎呀，他找到了最后的借口，总觉得这个叫做修行，然后呢堵在这个里边，说起来什么都不知道，说是哎呀说是老僧了，我是修行关在山里，就这样啊，那种真是啊非常可怜。真正的修行人他可以关在山里面，身虽然呢在隐在那地方，但他心呢一直是啊战兢体力，这样的努力法。所以这个禅宗，那个禅宗何等的精神啊，他任何一切时候咬紧了牙关就这样的啊，你们不妨看看他看。所以同样的念佛也是咬紧了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恩是要像金刚王抱剑一样抵得过那个生死。所以不管是若静若禅，乃至于持戒，也是虽小小戒啊看得像大戒一样。所以你从这地方就看见了，凡是正确修行绝对没有说哎呀马马虎虎懒懒散散随随便便，绝没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是发心的第二增上一乐。最后现书修果即是发心，是这一段修的目的什么呢？就是要发这个心，就是发这个菩提心。既然啊，我现在要自己复活增上一乐，那么要想自己去承担这个事情的话，对不起，非佛不可。为什么呀？那一定要懂得怎么方法去做，所以这个只有佛的一切自知。所以呢，你是必然说为利有情是愿成佛啊，否则的话你尽管发了这个心啊，空发浪费啊。这第三说明，众相如前所应现观障严教义。那么这个原则呢，是现观障严论上面说的非常清楚啊。其差别在随顺化严经义，那么仔细来说呢，化严经也是这样说。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大经大论上面说的都是，不过现观障严论是纲领，把最重要的核心，化严经呢详细的说明它的内涵整个的广泛的说明。所以从最大的纲要最仔细的内涵呢、啊、都是这样说的。那么下面是论，若先论云，应知如欲望正往之差别如是之，应知此二必如此。此说分为愿心两种。那么这个发的这个大菩提心呢、啊、这个菩提心有两种，一种叫愿菩提心，一种叫隐行菩提心。那么这两个什么差别呢？这个就像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要想去，这个叫愿菩提心，你想去嘛，所以应知如欲望，你想去，你因为要想去了，所以就准备啊，哎呀啊，去嘛怎么个走法，要了解走的路线，找到地图，然后呢去的时候用什么交通工具，要多少钱，路上怎么资粮，所以叫资粮位。然后呢正往的话呢，就是正式开始去做了，这是正往之差别，那是正行菩萨行。就是这个大菩提啊有愿行两种，就是这样，如是知应知此二必如此。所以那我们要晓得的这个两者的差别就是这样。
一说虽多，然作是念未立有情，愿当成佛，或应成佛，作时愿与师等心，随学未学，乃至何时未受利益，是名愿心。下面就解释这个愿心跟行心的差别，是愿菩提心是什么，行菩提心是什么。它是的，有不同的说法啊，但是我们总结起来，当你心里边如理如量的升起这个念头，说要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要想利益一切缘，一定要成佛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发了这个愿，但是呢你呀还没有认识去做，这种时候因为你还没有正式去受，或者虽然正式去受，还没有受这个尼鬼，受这个菩萨戒，这个叫做愿菩提心。受律尼已，受了这个菩萨戒以后，那么叫做行心，就开始行菩萨道了啊。行菩萨道一定有个规则可循，就像我们说哦，跑到南普陀来，那么我们这里寺院里面做了一个圣切，一定有圣相、圣仪、圣行啊，乃至于穿衣、吃饭，一切一切不一样。否则虽然你想出家，还是个在家人，你的行持等等呢，总是以在家人为标准。那现在我们菩萨也是如此，所以受戒以后叫做行菩提心。就正规的来说，这个受菩萨戒不是我们现在说哎呀我现在受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也多大的功德，我就受一下就算菩萨了，不，种一个善根，种一点种子，名字是的，是内涵，一定要先发了这个愿，为了这个愿满愿，那时候就照着这个规则去做，那个叫行心。那么这个两点呢，在这个位次上面，从你初发心开始到发那个愿心圆满呢，叫下品资粮位。下品资粮位忙的做这戒的资粮就是这个，所以你要立一切有情。为了要立一切有情，那时候你要找说师良，那么你怎么走法呢？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使得你发那个心。现在前面告诉我们，这种次第以这个悲心一步一步上来，这是最殊胜也最坚固。然后呢，最后就策发那个大菩提心啊。而这个大菩提心的心量呢，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大慈悲心啊，那个大慈悲心这样的状态，而且大慈悲心进一步要增上一落，然后呢要发这个，这个时候，可是你没受菩萨戒，这叫下品资粮位。然后呢你进一步说，对了，我发了这个心，现在要正式做到它，那不是发了心够的，要如理如量的去做，那是照着规则去做的话呢，开始啊就受菩萨戒，所以受菩萨戒开始啊就开始进入中品资粮位。这资粮位是这样判别的，所以下品资粮位往生的是啊上品的下生，乃至于高一点的可以上品的众生，如果进入中品质量位的时候，上品的众生，乃至于他可以到上品上生，就这样啊。那个还是世俗的哦，还没有到圣意菩提心。如果你圣意菩提心就是初地菩萨，那十方净土你要哪里去就是到哪里去，这样的好啊。修持初遍愿，为利一切诸有情故，愿当成佛。初其希求，是名愿心；受律尼后，修持诸量，是名行心。也是这么说。此中虽有多种正难，此不广设啊。别的地方的的确确有个人的说法，那么那原则告诉你详细的啊，这个这里没有详细说。这个是前面呢，就是七因果或者六因一果的这个发心的方法。下面第二个，另外一种叫自他换，现在我们看第九卷。